很久以前，有一只爱冒险的猴子，叫做元气，住在家乡花果山。他去过很多地方冒险，认识很多朋友。在花果山上有很多好朋友。花果山很漂亮，每天都有烟火可以看。势力的怪兽军团想要强占花果山，怪兽军团成员大象、恐龙、山狮和面具人。他们的族人想要进攻花果山，于是元气和他的十号队友一致团结抵抗。有很会建造长城的小胖，很有力量的力量人，火热的城和火热的静两兄弟，擅长制造酒窝大炮的三只大猪，三只大猪。花果山的长老龙猫告诉元气和他的十号队友，怪兽军团缺乏的是勇敢和乐天，所以胜利必胜。
做伏奴秀，足智多谋。他教导元气和十号队友使用火来赶走大象。用猫棒来让山狮分心，使用油让恐龙走路滑倒。元气和他的十号队友顺着龙猫长老以及努努老师指点的方向，果然真的击败怪兽军团。元气胜利回家，守护着胜场，立志要把花果山建立得更美好。心里非常感谢十号队友，他决定准备一场烟火盛宴，谢谢大家。大家一起在花果山上快乐的唱和，勇敢的天。